是这样的，他那是今天第一天到美国一家很大的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一家那个公司，什么都有，有货轮，很多小公司都靠这家公司吃饭的。嗯，公司是挺大的，福利也挺好的。Sandy， 我同事嘛，我同事是 Sandy 的朋友嘛，所以要谢谢，特别谢谢 Sandy 介绍我们来这。然后呢，就上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然后呢，老师就跟我说有个 opportunity， 问我要不要去。然后呢 ，OK， 然后呢，他就把我那个 resume 发给我现在部门那个 manager 嘛，然后他是 in charge 的。然后呢，过了几天，那个 manager 打电话给我做那个 phone interview。然后呢，我做完 phone interview 之后呢，他叫我那个 schedule 那个 interview 跟那个。其他部门那个 manager 还有那个 head 嘛，然后 interview， 然后过去 interview 的时候呢，是总共有三个人，然后在那个 conference room， 我挺紧张的，真的。然后呢，问完之后呢，他们就跟我说，他说你还有那个 second round interview， 要跟可能有五个人要 interview， 包括两个 CEO， OK， 然后呢， yeah， this is the whole process。然后呢，再过了两天，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 HR 两个 manager 嘛 ，general manager 跟那个 assistant manager 要 interview 我，所以我就过去了。然后那次是在那个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 见两个 HR 的经理。然后呢，谈完之后，他们就跟我说那个 benefit， 然后他们是 offer 这样的，然后呢，问你要不要接受，就这样。然后那个公司呢，大概有100多个员工，然后应该是这样子说。然后我那个 department 它是总共是我那个 department 总共有5个人，包括那个我那个经理，然后呢2个做 import 的嘛，我是做 import 的，然后另外2个是做 export。对，然后呢，就另外一个男的做 import 那个也是我们老师介绍进去的。对。也是，他会跟说，不是Starry那种 salary， 还可以，比你银行赚万的时候高吧？比我现在在银行赚的多一点点。那个，但我就看到，就以后可能银行不需要。没有管。